超大个的玫瑰龙，这也不能算超大个吧，但是比这个大的太多了。新鲜的啊，来个刺身。先剪一下筋膜，然后一转，啊，看看新鲜出炉，先给它搅一下，去一下壳。媳妇儿，你最爱的刺身？不，我不爱，我不爱。不，你最爱。我真不爱，我吃小的就行，吃大的。那不行。咱家是以父为纲的，你吃大的就行。现在以父为纲了，嗯嗯嗯，那怎么能行？行，真的不行。行，不行，我是想最爱的必须给，要给老婆。小刺身扒好了，看看雪白雪白的小肉。媳妇儿，请先品尝一口。啊，我不用，我那水开了，你吃了。看见没有？不是我不给他吃哦，他跑了。我媳妇儿最爱的刺身，我先给她尝一尝。怪不得都喜欢吃刺身呢，好嫩呢，入口有一种微甜的感觉。是扒一个的大扇贝，这么大个，抵上我的脸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咱俩一人一个啊。好的，你先尝一个。啊，好东西一定要先给媳妇儿。那个有黄，你先尝这个吧。哦，你要吃黄是吧？好嘞。有人说能不能在这里吃出珍珠来呀？做梦，这个不是珍珠贝好不好？先来尝一口啊，蘸点料汁儿。这一个都能给人吃饱了，超大呀。跟大汉堡似的。好鲜嫩呢，来我给你整一个，这个带黄的给你。好。哇，你们说大不大？来，我蘸我的料。料汁是吧？嗯。好嘞，蘸点料汁儿，给。谢谢。超级大汉堡，我来吃我的这个汉堡。一个就能吃饱，哦，满足。好吃吗？不的。点我头像看其他作品。龙虾尾，这是它的虾线，
点我头像看我其他作品。小青龙，今天奢侈一把。都是金钱的味道。那是虾线。刚才处理得很干净，点我头像看其他作品。挺新鲜的香。